看你的脸，再看看你跟整个宇宙都不一样的做派，你以为改了姓名，军里就认不得你了？我说出来让你白难堪罢了，顾家几辈子的人都埋在军里了。上阵杀敌是丢脑袋的事儿，他们冲着你姓顾，才把脑袋交在了你手上。你如今的功名权位，你这身紫袍金带，是你一刀一枪杀出来的，但是也有顾家人的血，顾家人的命，你丢不下，甩不开，看不断。大哥真是厉害，说出来的话呀，一针见血。你这么做，无非是想激将，想让我对顾家还有一丝怜悯。你究竟是肯还是不肯？那我的条件呢？阿爷，我已休书上表，拜帝王父，请封你的生母白氏为诰命，并为他立传写入宗谱。想必不日便会有圣旨降下。你如愿了。既然大哥答应了，我自然也会帮顾家去救人。你又何必如此惺惺作态呢？想来我也没有多少日子了，也不会过继后嗣。你可以顺理成章的承袭这爵位，想怎么收拾外边那帮人，都有你。大哥是将整个顾家的人全交在我手里了。想开顾家，终究是你说了算。